下一个我们来开箱这个。那下一个我们来开箱这个 Feel World F6 Plus 的萤幕咯。那下一个我们来开箱这个 Feel World F6 Plus 的萤幕咯。哇塞，这个产品包装不知道发生什么事，它好像被人用刀好像划过一样。哇塞，这个产品包装不知道发生什么事，好像被别人用刀啊，用什么砂纸在上面磨一样，凹凹坑坑洞洞的，不知道发生什么事。哇塞，这个外包装不知道发生什么事，它整个就是全部都是刮痕，然后好像。然后这个外包装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，这全部都是刮痕，全部都是凹凹凸凸的。OK， 那。OK， 那盒子里面有一张保证卡。OK， 那盒子里面有一张保证卡。OK， 盒子里面有保证卡、说明书，还有一张保护贴附在这里面。OK， 所以这一个 Feel World F6 Plus。OK， 所以这个 Feel World F6 Plus 有附给你一个收纳袋、收纳盒。OK，所以这个 Feel World F6 Plus 有附给你一个算是硬盒的收纳袋、收纳盒。OK， 所以这个 Feel World F6 有附给你一个算是半软半硬的收纳盒。OK， 这就是我们的 Feel World F6 Plus 的萤幕啦，一样，它的保护贴上面有超多刮痕的。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的神奇的魔鬼毡遮光罩。OK， 那盒子里面还有附给你一个这个 L，OK， 那盒子里面还有附给你一个 L 型的那个云台热靴的 L 型支架。OK， 那盒子里面还有附给你一个云台的 L 型 ，OK， 那盒子里面还有附给你一个云台的萤幕 L 型支架，还有一条 A 两条。OK， 那盒子里面还有附给你一个热靴的 L 型萤幕支架，就是 OK， 那盒子里面还有附给你一个 OK， 那萤幕还有附给你一个热靴的 L 型萤幕支架，还有两条 HDMI， 一样是那萤幕里面那盒子里面还有附一个热靴的 L 型萤幕支架，还有两条的 HDMI， 一样是 Micro 跟 Mini HDMI， 就这样。